是林彦佩。相信大家都不知道，其实每个人都有潜在的超能力，只要有心，每个人都可以是大师。就是这个魔术方块，仔细看哦，确确实实的漂浮在半空当中喽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厉害呢？猜猜看，我是怎么办到的 ？Smart Night， 10月14日起晚上9点，国家地理频道。你猜对了吗？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其实你也可以办得到。